吃个雪糕。咦，嗨，我是身份确认。小心被混账！啊！西恩发言，当时的时候，说实话，你一定，我能铁保的就是会娜娜不开这一刀。我好像是看到柯基有那个冲刀的动作，好吧，过。我这个王爷是被身份窃贼刀的，我可以铁保西恩姐、惠娜娜，好吧？然后在报警之前，我看到一个王爷把这个王爷刀掉之后，把有个人把王爷混刀掉之后变成王爷，直接往这个地牢上面就走了，好吧？然后我就感觉就不对，还有外置位还死了一张猪猪，大家也可以盘一下，好吧？咱们可以去盘这个身份窃贼，我可以铁保先你个困难了，我身份就我对不对？我信息这么多过了。后置位可以看一下到底谁是那个外置位啊？因为我能保的就是茄哥、苏苏、十八 Z 跟我，我是守在那个隧道门口，看见十八 Z、苏苏跟茄哥去对的身份，所以外边这一刀肯定跟我们四个没有关系。盘一下外置位是谁？我。科技发言啊，首先这一刀绝对不是我出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跳刀动作，西恩姐，好吧。然后其次就是，如果有跳刀动作的话，我应该是跟那个尸体距离是非常近的。其次，我只对话场上好人，惠娜娜太医里面出一狼，好吧。这一刀是他们两人其中一个人开的，好吧。我铁好人过了。动了两刀啊。我茄哥、朱大强、十八 Z， 我们在那个隧道。然后呢，朱大强是在帮我们守。然后西恩、太医、惠娜娜他们是互相保的。那外置位的没有人的，没听到的，只有耗子、猴哥跟你柯基。你柯基前面的太医、惠娜娜、西恩都保成这样了，你就打一个。你要不就打他们两个人，至少出两匹了。你打一个，我就不信你了呀，好吧。我觉得可以出柯基过。浩子发言，当时我是在现场的，我是在盔甲下面一点，在那个地牢上面一点点的门口那儿，好吧。当时我在想啊，我当时在想啊，因为啥？因为我印象里面好像猪猪是来到了我们人群当中的，然后拍警进来，猪猪死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，反正我的印象是猪猪好像是来到我们人群当中的。我觉得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个鹈鹕呀什么的，就是说猪猪死了我很懵，因为我在印象中猪猪是来到我们人群当中的，好吧。然后你们在动刀，然后我是没看清楚的一张牌，我是在那个下面，好吧，我没有别的信息过。 OK，那我听过前置位的发言到耗子这边，柯基在我这边听感还行。好，叔叔你信我，他应该不是坏坏，好吧。然后耗子是说猪猪有在你们的人群当中，但是太医给了我们的信息是，哎，猪猪外置位，看看外置位还有什么什么，是吧？那为什么太医没看到猪猪公主啊？但是猴哥是铁了一张外置位嘛，我还得听猴哥发言嘛，我轻踩一下太医嘛，是不是？然后耗子发言有点摸，我听一下茄哥嘛，茄哥我铁信肉汁嘛，茄哥你归个票。柯基应该是好人，他那发言，不然他会那个扯很多过。是，我也觉得柯基发言挺正的。我们四个人保一块，如果我们认柯基的话，柯基是打的太医。耗子先放一放，西恩报警放一放，那就是太医、孙悟空、惠娜娜。如果我们认太医认柯基的话，他踩的是太医。哎呦，难归哦。既然说太医、惠娜娜他们仨能保，
难道孙悟空又是坏人？What the fuck？ 呀！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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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急死我了！孙悟空吧，没车，真没。哎呦我天哪，我急死我了都。首先惠娜娜保西恩，对吧？然后耗子也跟我们搁一起，再然后茄哥、苏苏、十八 Z、朱大强他们几个在一起。柯基说太医和惠娜娜里边出一栏，我就说我就算这个太医惠娜娜里边出一栏，他也是出一张鹈鹕，因为太医是点出来有身份窃贼这一点，你柯基凭什么打到太医惠娜娜里边出一栏，对是不对？最次最次太医就只能是一个鹈鹕，这都最最次的了，所以这一轮全票打飞柯基没有一点问题啊，过。全票打飞猴哥呀，猴哥是那个身份窃贼呀，猴哥这个装扮特别明显，瞬间他就没了，出猴哥出猴哥，猴哥是那个身份窃贼，欣姐应该是看错了，我觉得过。如果说黑娜娜跳出来的话，那应该是出对了，那应该是出对了。纳尼？哦，三郎冲票了。我要换个皮肤。猴哥，你的皮肤太明显了。我要换个皮肤。对，他投出去就会头就会变形，好像头好像会变形。没办法，我尽量别被投出去，就不会有这个 bug 了。尽量别被投出去。但如果下一局的话，就会恢复正常，是吧？下一局。谁抱的豆豆？猴哥。哎，你怎么死的，豆豆？完了。叔叔刀的还没，你们认还是不认？我看到他刀了耗子，确实出一个鹈鹕啊。好吧，不。西恩姐抱紧点彩，叔叔刀了耗子，那听一下叔叔怎么聊呗。好吧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上吧，我二号位发言，我点彩出王爷是被身份窃贼刀到的，好吧？因为进来一看，王爷倒牌了，但是在报警前，我看到了一个王爷从这个尸体上面往这个地牢里面走，我这是我爆出来的信息，我可以铁保一手，惠娜娜跟西恩姐，对不对？不是那个变形的，那这把我还是那样说，我这把听苏苏你怎么聊，我可以听娜娜归票过。嗯，我觉得西恩这波起跳倒是底气十足，然后报警前夕我是看得到西恩跟十八 Z 的一个九九的，按道理来说那个腿要是在那里的话，就是他的那个圆圈的那个视野应该是可以看得到，然后我圆圈的视野里面只有茄哥，然后太爷又保了西恩他们的话，我觉得这一把可以先投苏苏，苏苏要是投出去之后游戏没结束的话再往下盘过。点到我的头上，我当着你们这么多人光明正大的在盔甲那儿把这耗子刀了，因为我去问了耗子了，上一轮的发言我茄哥十八队朱大强我们外置位嘛，对吧？然后呢耗子的发言是什么？他说他好像看到猪猪公主了，可是前置位的没有一个人去点，然后他说的是什么？他觉得猪猪公主有没有可能是被那个鹈鹕吃了，所以我刚刚盘的是什么？我刚刚盘的就是耗子自己就是那个鹈鹕，因为我没有找到跟他共边的牌，包括上一轮的焦点位的猴哥跟这个柯基都不是跟这个耗子共边的牌，对吧？而且上一轮我是那个十八跟茄哥说，因为柯基的听感觉得柯基是个好牌，其实在我这儿你要我按逻辑来讲，前面这三张牌铁宝的牌把他打成这个样子了，是我的话我肯定打他们里面至少有两狼然后一头猪，不可能只踩一个狼的，但是他们说听刚好，然后上一轮我是点的猴哥的，所以我就去把这个耗子刀了呀，我觉得怎么也得刀个他，怎么也得是个鹈鹕走的，我是这样想的，好吧。嗯，反正猴哥那个十八跟茄哥是知道我身份的，而且我当着你们这么多人的面刀，你怎么可能打到我的头上，而且我说了让你们验啊，西恩姐报警这么快干什么呢？我不是很理解，不过了。 OK， 我给你回答，西恩姐爆这么快的话，因为她是殡仪员，她当怕爆这么快是关灯了嘛，她在混刀嘛，对是不对？好吧，我再给你们排一波清清爽爽，第一轮我茄哥是吧，还有那个西恩姐还有朱大强是吧，叔叔在我嘛，最早是我叔叔茄哥朱大强嘛，我们四人先绑了一波票，
第一轮我们是不开刀的人，对是不对？第二轮就是我们投票的话，最后面是惠娜娜起跳出了茄哥啊，出了猴哥，惠娜娜票型一看就是三狼冲了票，对是不对？那就没出错是吧？惠娜娜能踩狼的话，那惠娜娜再怎么说她也构不成一张狼牌，对吧？那这边的话，柯基是我们第一轮能认下来一张牌，对是不对？那输这个刀，茄哥我觉得得认是吧？那我们这么多人经过第二轮，我们这几张牌能保呢？茄哥，我叔叔、西恩、朱大强、惠娜娜，那唯有一张牌是谁呢？你们自己抿过。对啊，叔叔这张牌，他正义这一刀我们是认的，因为我们是第一轮就进来报了身份。唯独朱大强是在锁门口没有报，但是第二轮呢关灯的时候，我就跟朱大强在一块。妈耶！哎呀，怎么出啊？报一下身份吧。如果说这一轮弃票的话，我们放他几盒报一下身份。我说真的，我真的想弃票，因为叔叔这一刀我肯定得是认他的。我要弃票了，这样的话我要弃票了，可以放他几盒报身份，我过了。十八岁都快把单一身份证报出来了，十八岁就差把单一身份证给报出来了。我觉得十八岁的意思应该是想归太一。苏苏这刀如果你们认的话，第一轮加上第二轮互保的情况的话，只有太一了。如果我归的话，我有点想归太一。听完一轮下来的话，如果说你们不想出太一，就弃票过。啊，这怎么能归到我身上来的？我们几个都绑票了呀，只剩你了呀，我们全部绑票了。哎呀，我混吃吃了个猪猪，没一个人看到吗？真的吗？我混吃，我见了才把我队友吃了。感谢哥。哎呀，别吃我了，我是老恒啊！我混吃的，我混吃吃的美。我一看有人消失了，我寻思这应该是我队友刀了，我来一刀吧。我都说了，我第一轮就打我第一轮就打了太一，然后他居然没出去。我以为是柯基是狼，他会结结巴巴扯很多，你信不？这把我决定来一个。猪猪被吃了多少次了？别吃了，人家猪猪当狼，我们狼人怎么玩啊？我靠！我当狼，开局一秒钟先被吃了，刀都刀不了。换回经典皮肤，我真的服了。来一个经典皮肤。猴哥，什么身份？什么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皮肤也吃不了我，我是肉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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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什么？猪猪，我觉得你的身份一定很好。走，叔叔铁狼啊！你肉汁，你肉汁，你铁肉汁，你铁。你应该不敢刀我，你刀我你会后悔。站远点，站远点，不用站远点，我就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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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站远点，就贴，得站远点，就贴，就贴。不行不行，不能贴，不给贴，就贴，不给贴，就贴，就贴，不给贴，就贴，不给贴，就贴，要不不给贴了，就贴。太一跟猪猪在一起，太一猪猪。对，哎呀，你别跑了，咱俩都贴好了，你放心。我得跑，我得跑，我得跑，我得跑。OK， 没问题，那我也跑。有炸弹，叔叔铁狼，叔叔肚里有人儿。你在干嘛？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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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糟了，这叔叔真的鬼死。站在那儿不动，我以为他是个超能力。我靠！我和猴哥在那儿一直转圈。第一次转从书房那儿转过去的时候，我们在那说你贴，我不贴，我不给贴，我就要贴，对吧？然后在太一，太一和太一怎么没了？太一和猪猪俩在一起的。然后我和猴哥，然后又转了一圈，跑到书房这边出来的时候。叔叔站那不动也不说话，我说你在那干嘛？猴哥说叔叔铁狼，我也以为他是超能力，直接上去给他一刀。他是加拿大，完了，我是正义，不。耗子发言很正，他能点出这一点啊，他没脏什么的。他说他正义刀了叔叔加拿大，我听感还行。但是猪猪那个太一和猪猪的话，太一是被炸死的，耗子，你不用去管猪猪，猪猪应该是铁好，
这边我认下的铁好应该只有猪猪，然后猴哥一直在追着谁，别贴别贴是谁说来着，那我就忘记掉了，好吧，我这边应该能认下猪猪和你耗子的两张牌啊，过。那我这一轮我就认不得你了啊，王爷也不是什么好牌，第一个这么快啊，紧跟着啊，你来了以后啊，你不可能不找我对身份的啊，我以大数据打你这一把，我接的是二手炸弹，应该是你钻进去了，对是不对？我都说了，随第二个钻进去的。你来了，你肯定会找我的十八 G， 但你这一轮你没有。我是大白鹅，我是大白鹅，我想出十八 G。我，是这样的，我跟耗子一起走，然后呢，这个耗子你投的谁呀？投的十八 G 还是投的猪猪？首先啊，我们复活在一起，然后猪猪说。叔叔是狼，但是叔叔现在是加拿大，耗子跟我一起走，然后看见他没动就把他给刀了，然后叔叔是加拿大的情况下，猪猪一开始说叔叔是狼首先不成立，其次太医和猪猪一起走，然后太医没了，这猪猪肯定得买单，我觉得这轮可以出猪猪没问题，这十八队肯定也不对，前哥是鹅没问题，过。沈太医应该是被炸死的，我一手炸弹，我应该是传给了茄哥吧，然后茄哥可能传给了太医，太医应该是被那个炸弹炸死的。报警前我是跟仙姐在一起，她走在我后面，我们两个人有一些距离，可以暂保一下仙姐没有开过刀，听仙姐归个票吧，过。我说苏苏确实该死，我一开始给他抱我肉汁，苏苏说我是肉汁啊，你是肉汁我是啥，我就说那苏苏穿我肉汁身上他是不是铁狼，然后他说 OKOK 你是肉汁那我单走去了，然后他加拿大鹅在那里站着不动，那不是这不是活该被好人刀吗？然后我说一下，太医是被朱大强的炸弹传过去炸死的，太医说要保护我，跟我在实验室上面绕圈圈，然后朱大强跑过来好像把炸弹给了太医，太医就被炸死了，过。那就投十八。先发言，这把我也能认惠娜的。如果我俩有一个狼，基本上就已经没了。这可能有一段距离，也可以担保一下。然后呢，茄哥以大数据打，好像出网眼还是十八哟。这样我不认。但是猪猪的发言，他说他是肉汁，那叔叔是加拿大鹅呀。我不信这个哦。我听听后面，我大概率会出猪猪公路，不。我正相反，我非常相信是因为那个炸弹我是从茄哥手里接的，最终走到太医身边还差一秒，差点我与生死线只差一秒，然后太医被炸死之后，猪猪公主对我其实没有任何动手的这种行为，所以猪猪公主在我这儿铁好，好吧，然后这把耗子应该投的是十八 Z，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，我跟过。可以投十八 Z 啊，科技发言啊，十八 Z 啊。我跟十八 Z 复活在那个雾洞的这边那个过道这儿，他是只字未提啊，他是只字未提啊，我跟他复活在一起，从雾洞这边过道一直走到实验室这边，好吧，但是他没有对我动刀，但是从听感上面来讲，我认茄哥是个好，好吧，我也会挂票给十八 Z， 他有可能在养我的猪，他觉得我好骗，好吧，过了。王爷这边发言啊，那个投十八 Z 啊，至于为什么到，跟杰哥出吧，好吧，投十八 Z 过。刚才谁？没事，我出了就到你王爷吧。王爷也是狼，应该弃票啊。王爷也不太对劲、啊。科技我养你。王爷也不太对劲。我就说了，王爷十八 Z， 他妈王爷上来就直接钻进去了。嗯？Hello， 钻进去吗？没事，你们信不信无所谓。你们信不信无所谓，我就在里面待着不动了，好不好？谁是工程师？信不信无所谓。有道理。啊！哦，是吧？把猪大强吃了，钻进去了吧？把猪大强吃了。把猪大强吃了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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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把猪大强吃了，把猪大强吃了，吃猪大强，吃。
算了算了算了，吃茄哥吃茄哥 ，OK， 茄哥这把，茄哥这把，吃茄哥吃茄哥，吃随便吃一个，随便吃，快吃快吃，再不吃来不及了，快吃。对啊，快吃好。那你，就剩你了。全票打飞惠娜娜鹈鹕，我跟你们讲，当时是这样的。诶，当时是怎样的？反正最后一刀是朱大强出的，然后地上两个鸡腿，然后惠娜娜跑过来吃了一个。惠娜娜是鹈鹕，听朱大强怎么说。朱大强，我觉得你大概率是好人带刀，因为上把你炸死了太医，你没有刀我，我当时是落单的，过。指挥的意思。好，先这一刀是我开的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先上一把其实是踩了猪猪公主这个肉汁的人，所以我觉得他的发言稍微有点跟之前不太一样，有些软弱。然后惠娜娜是什么？是咱们走到隧道里的时候，当时惠娜说：“哦，是吗？他钻盔甲了。”这种正义刀加拿大鹅都能活。我说：“我怎么觉得惠娜娜你好像是个鹈鹕啊？”这个语气，因为感觉他已经都张开了嘴，然后人堆里面少人。我听见猪猪公主说吃人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。那一定就是惠娜娜了，因为惠娜娜这边我是没有看到的，所以惠娜娜一定是那个铁蹄虎，我全信猪公主，这票全票打飞惠娜娜过。我这边在盔甲里边跟耗子全身在一块啊，没有出去过，好吧？听耗子怎么说吧，好吧，我这边过。嗯，那我肯定大强姐这一刀啊，是不是？那我要投惠娜娜，我在盔甲男面前站着，单防王爷过。哎呀，猴哥让我吃你，你知道吗？大强姐，我没舍得，没人下心，真的。猴哥又点菜了，猴哥让你吃谁？大强姐，我 CD 没好呢，刚吃了。最后也不分波片，我有刀啊，我当是吧？但凡有刀，你先找死。然后你就把柯基吃了是吧？行。不，你不是柯基，你要分波票，知道吗？我混刀的，我弃票啊！这个我去，不，你要先封票，再弃波票。对，我哥在我肚子里，叔叔站在那是真的鬼死。我的兄弟，我快点吃，怎么那么快、啊？再不吃来不及了，双刀，再不吃来不及了，快点吃。然后我就进去了。妖言惑众。不是，猴哥，我们过去那叔叔站在那真不像好人呀，确实不太像好人啊，在那一站不动。这怎么一换皮肤就都是好人呢？这很难受啊！我不想当好人。猴哥什么身份？猴哥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好，这把你不对劲，这把你不对劲。猴哥什么身份？你这把很不对劲啊！耗着是狼啊！耗着是狼，不对劲，很不对劲啊！啊！我问你什么身份？上一把我也是这么问的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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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为什么？太医，你主打一种情绪。好。哎。好。耗着骑着鱼面刀啊，我上来，他明显弹性不足。耗着啊，这个我为什么说他是狼呢？因为他敢拉着我去对身份，在那个位置不动对身份的全是狼。全票打飞耗着，他直接一手引不住了，把朱大强给刀了。全票打飞耗着啊，过。我觉得猴哥的发言很正啊，我也想出耗子。嗯，刚才猴哥在人群之中说耗子骑着鱼是狼啊，过。先发言，然后我说一个信息啊，惠娜娜跟我走，走着走着突然爆开了，我得听一下你们现场谁没有。如果我是坏人，我可以直接不说这个信息，但是我说出来了，我就一定根本就不用说。对是不对？不，对。然后当时在现场，我猴哥、猪猪、耗子，好吧，猴哥直接拍警，我还是相信猴哥的火眼金睛的，好吧。那么我这一票，我肯定也会挂给耗子了。我是肉汁过。啊，科技发言啊，太医啊，我也在呢，我也在现场，好吧。猴哥这报警人啊，铁好，好吧。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，耗子面刀过了。王爷准备发言，前置位发言，感觉没有一个是就是就全部都是踩耗子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这边的话，因为我不在你们的那个案发现场，所以我也不清楚。
啊，但是我这边可以保苏苏啊，不可能是开那刀的那个人，好吧？然后的话，我听看你后面怎么说嘛。啊，我这边过。我跟王爷在锅炉房，我们两个准备盘身份，然后还没开始盘就报警了，其他的没有了。过。耗子发言，猴哥你踩我，但是我不踩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上一把我们俩是在储物柜那，我们在储物柜那，对吧？我也是这样问你什么身份，上一把。刚刚在书房那，我们是边走我边问你什么身份，但是你这一把踩死我，但是我不踩你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看见那个因为你是狼在脸上爆开，你不敢踩我，我不是，因为我不带刀，你不敢踩我，好吧？那个人是爆开的，如果欣姐那里是爆开的，那我只能怀疑一手有隐身狼或超能力了，我没有动刀，但是我只能这么说，我不踩你。不，请不要打飞耗子啊。然后听你们聊天下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外置位了呀，那你们就第二先出耗子吧，出去再盘，我几个是在隧道盘身份的，我们俩都有说话，都不可能是那个超能力啊，先聊吧。仙姐说是爆开的话，耗子这个爆开就不能再说了，好吧？应该的话，现在的话我看一下啊，全场王爷和苏苏猴哥在大部队里面，猪猪也在，太一科技都在，是吧？那没有外置位了呀，那先出耗子嘛，杰哥哈，然后我们继续再盘。盘下那个超能力过，看看超能力。先出耗子啊！哎，猴哥，你这人你踩死我，我不踩你啊！搁这演好人呐、啊，演委屈呀 啊！上演这是啊！我真好人，我真好人。我们出去盘下那个啊！出不去啊！没有人狼链吧？嗯。哥几在干什么呀？哥几，哇！哎呦，这都没给他飘出去啊！我天哪、啊，这都没飘出去啊！这不给他一刀？对啊。也觉得像好人有刀吗？给他，懂吧？没有外置位，耗子嘎了。好人有刀，直接去刀。耗子骑着鱼，耗子不来呀、啊。来，我们找他去，走。还是没事，二杠十二，二杠十二，还没死了，走，找他去。他们可能在饭堂门口啊，注意暗耳。还是没死，等一下。哎，下边，西游来了，开饭，小心，开饭。死人吗？哇，死完了呀！来，会了，还是死。只能打飞这个耗子了，只能打飞他了。过，出耗子吧。那除去我们这几个人，看看啊，刚才是十八 Z， 我全哥，柯基王爷有没有我忘了啊？外置位是耗子、猪猪和西恩，先全票打飞耗子，过。OK， 全票打飞耗子，过。哎。弃票了呀！全票打回耗子，王爷在盔甲里过。OK， 挂票耗子没问题过。他应该还是出不去。第一轮的那个中立机票，这不能不能出得去啊？不知道能不能出得去，看一下。先地话啊，先地话。不，这个。为什么第一轮会出不去啊？先地话。啊，先。死了，叔叔死了。嗯。先地话。没拉零了，完了，没拉零了。嗯。十八的你有刀吗？猴哥。怎么说？我没到，还通灵啊！我通灵，那怎么等？那怎么等？也没开饭了，就那怎么等？没办法，等一轮，全哥在等，那就等死，开谁？等死，来开灯，开灯，开波灯，修灯，五杠十二，外面五杠十二，你们修，我在看。外面五杠十二，别出去了，咱们不出去了。啊！不。哇，幸亏我这一刀补的呀！我去！哇，笨哥这一刀啊，我这一刀补的呀！我靠，杰哥牛逼！双剑合璧，杰哥！哇，
哇，我这一看冲过来，赶紧上去就拼啊！我也是，我冲上去赶紧上，赶紧上啊！哇！我看他，我看仙姐他们过来了，直接上去就一刀。我操！牛逼！茄哥，哇！好人双刀确实是。我去，茄哥留的留的留的，帅得呀！谁是刺客？我刚有点，我刚不敢狙，那王爷他工程师。上把赢了吗，猴哥？你什么身份？十八岁。我哥级啊，我肯定不弃票，这不，我肯定把好人玩着吧。我告诉他们中立怎么玩。有。那我先不把你说出来，怎么样？我在不动，我在不动，我在不动复活，我在不动复活，我在不动复活。谁进去了？杰哥，杰哥，我动吗？杰哥，十八岁，杰哥，我把鲜花做了，我把鲜花做了。茄哥，茄哥，能不能聊？茄哥 ，OK， 茄哥，来，我跟茄哥走，我跟茄哥走，我跟茄哥走。猴哥要对一下吗？猴哥 ，OK， 不太想对啊，不太想对啊，不对，不是很信的，对吧？哇，猴哥，这身装扮是在花果山的时候的那个。我给，哎，哇！我去，不是怎么消失了呢？朱大强，真的麻了啊！太医，耶！你这一身装扮像在花果山，一刀给猴哥一刀，然后猴哥和太医双刀。不是朱大强怎么没了呢？我去你的太医，真的鬼死！好奇怪啊！而且大强怎么消失了？盘位置吧，对吧？我和惠娜娜两个人在盔甲呢，还有十八 Z 在盔甲呢，然后还有叔叔，当时是在我们脸上往上面走的，就是开灯那个上面走的，实验室上面走的。然后那么大强姐和仙姐死的，你们直接排位置，盘不出位置来，直接当狼打不？那个，但是双倒的话，那个位置好像是太医刀的呀，不是像是太医吃的呀，要不然是隐身和超能力都吃的呢。觉得吗？我感觉是这样子，那位置不大对，而且你们想想，太医可能拿警长牌上去这样子刀猴哥吗？那你们再觉得猴哥会在对一张在动的太医这张牌动手吗？你们想一想，他俩玩警长，不应该会发生这种事吧？好吧，咱们排排外置位嘛，这边我耗子惠娜娜三个人全程是在盔甲附近的，对是不对？然后茄哥和谁对身份去我忘了，然后你们再想想嘛。王爷全程没看到，叔叔柯基，猪猪也没看到，对是不对？你们聊嘛，对不对？过。是这样的啊，复活我惠娜娜、猪猪公主，咱们仨一块复活，往上走，来到实验室，听到太医说他是鹅，然后猪猪公主找太医去对身份，然后呢，我跟柯基去互动对身份啊，然后呢，死了四个人。上面浩姐好像说的是警长双刀是什么的，是吧？说的十八，这也觉得不信。那但我这一轮我只能保柯基，我只能保柯基啊，出那个柯基先出我，因为我们这是在那个隧道里面对身份的。我应该就是警长双倒的，我跟浩子应该就都没看错。你如果说盘超能力和隐身狼的话，那碰那个尸体爆开的几率，同时爆开的几率太小了。猴哥和太医是同时之间爆开的，太医说猴哥什么花果山什么，然后就突然之间爆开了，这是我们上面的信息。啊、怎么回事？那大强姐怎么死的呢？还有仙姐，我跟浩子可以绑票，卡 bug 了。我觉得浩子惠娜娜有可能是双狼哦，为什么？因为。太医开始给我报的他是鹅啊，他又不是警长，他怎么去刀猴哥双刀啊？他开始说报鹅，我给他报了我的身份，所以说我觉得盘太医是警长双刀的都有点问题啊。惠娜娜跟耗子，我这边是在那个祭坛，一直待在祭坛做任务的一张牌，然后我在做那个撒盐任务，你们就报警了，盘一下吧，过。柯基发言啊，柯基是跟茄哥一起去报身份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刚报完身份准备找大部队汇合的时候，你们就排警进来了。按猪猪公主说的，她怀疑耗子和混蛋娜看错了，是吧？18Z 说这个有点不像是警长双刀的问题，
但是我觉着太医抱鹅，那他大概率就不是个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被他骗过很多次了，抱鹅的出来都有刀，好吧。我觉得也是有点像警长双刀互刀。如果姓耗子这个报警人的话，说实话我是姓耗子这个报警人的，如果姓耗子报警人，那这个警长双刀，那西恩姐和大强姐是怎么死的呢？那也就是说王爷出租公主里面出一鹈鹕，然后苏苏耗子惠娜娜，也就是说苏苏和十八 Z 里面最少要开一狼出来，好吧，过了。王爷这边发言啊，不在你的视线里面就不代表他一定就是个坏的，对不对？我全程都是在实验室的，好吧，只不过不在你们视线里边。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是我这边收到信息太少了，前这位发言我不知道你们到底什么情况。如果是警长双倒的话，耗子是报警位，让苏苏这边来跪吧，好吧，我这边过。他应该是被禁言了。那投的谁啊？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科技自爆发言了。他投的谁？投谁能出去？我自爆发言。我只是在给你们盘。耗子跟惠娜娜认好的情况下，在十八队和苏苏里面，那不可能是。不关我们的事。哇，大强在我脸上瞬间就没了，我还没对，在你脸上瞬间消失了。我一看，这不你是个小鹈鹕吗？我给你一刀，然后好像不太对劲，卡 bug 了，应该是卡 bug 了。对，我是在上面没的，你们是看到我盔甲这边没的是吗？啊，我看到你在我脸上没的，我验一下吧，好吧，验一下，验一下吧。结果是杰哥啊。结果是茄哥啊，茄哥笑得这么开心，我全得，我只能说是没有啊。我跟茄哥在那对身份，一次两回。猴哥真是警长双倒吗？猴哥，我看好像是太医吃人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把他刀了，但是对，我觉得好像我没感觉，我没确定。阿强，我送你去验一下。确实没办法，确实没办法。叔叔舔完就跑，你知道吗？掉头没视野，看不动，没视野，看不动。